换题啊，拼音接龙，接所有 CY 能这词。好好好。好，来准备。林姐来。吃鱼。答对。吃药。吃药答对。惨样。答对。苏阳。朝阳。答对。屎印。答对。五四三。传阅。什么东西？传阅。传阅啊，答对。林姐吃羊，吃羊，你吃鱼又吃羊，真是一个仙字，鱼羊仙。吃盐，朗哥吃盐，吃盐答对，强强畅饮，畅饮答对，可以。曹颖，曹颖是谁？是个人，曹颖，你有点礼貌好不好？太没礼貌了吧，曹颖，你跟我没有认出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杨迪，春运，春运对。窗沿，窗沿是什么？窗子的边沿。窗影儿，答对。玲姐，唇影儿。哇，唇影儿是什么？哎呦，眼影儿，唇影儿。哦、oh. ，你没用过？没有人用过。我用过。要。我算是有一些东西男生不知道。眼影儿，你吃羊吃鱼吃多了得补点唇影儿。还真有唇影儿。哇，真的。有唇影儿，恭喜。好，我的吧，出油，出油 ，OK， 强强，窗沿儿，窗沿被说了，窗沿儿，床沿儿，我说的那个床上面的那个眼儿，床眼儿有点儿，造个句呢，造个句儿，我特别喜欢我们家床上的床眼儿。苏颖，崔颖，嗯，崔颖哪位啊？刚曹颖我们都崔颖，你说你同学，哦，你同学是吧？对，我同学，还有个同学叫崔颖，那我们不认识不行。来，三二，等会儿我自己下去就行。要你把鼻子捏一下，跳下去完了。来。还好吗？我在这里等你们。是真的。我输了我就把头埋下去行吗？我们为了你换个题啊，我们换成家族 JZ。说声，颈子，颈子，颈子是什么？脖子吧。我啊，我可以读颈子的呀。脖颈子，压脖子。你看猪颈子吗？对呀、啊，猪颈子肉。对呀、啊。北京话，北京话。给小童打电话。我们那北京话，颈子，颈子，猪颈子。好嘞，假猪。假猪是什么？假的一头猪。三二，不行，假肢，等一下，假肢，老师听过假肢吗？妈妈，这是什么？孩子啊，这是一头假猪。哪有问题？没有这个词儿。摘个眼镜。哎呀，我去！来，那我们接着来啊，玲姐来，警长，警长可以，精湛可以，僵直可以，爪子，爪子是 J 吗？你行，就别爪子为什么可以？咱们爪子是 JZ， 爪子姐，阿波斯哥，不可能，是挖爪子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家族，亲家族。Hello。苏颖，对对，没事，直接这么呆笑怎么样？笑，腰，准备。哎，你看，刘红露，你干啥呢？哎，春游少年，一天都没见着这个环境，哪有点少年的样子？换了那么紧身的衣服过来。人还没到水池呢，就来，强强，僵直，
讲直是讲直，讲直是什么意思？造个句，造个句。你这个人假直黑坏，山东的，你假直了，你假直是一个假直，假直假直没有问题啊，山东的嘛。三二一。